女儿太随便，婚前去住男友家。住在他家大概快要3年的时间。那你怎么去开始要去住到他家的？为了什么住？很单纯的原因就是想跟对方连在一起。但是后来习惯之后，感觉像我在当他们用的一样，变成我跟他妈妈之间就会距离越来越远，我就对他妈会有意见。你去住人家家，你对家人还有意见？你算客人吗？就是我觉得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，爸妈囧途。